怎樣解決香港人住房問題，只講不做是不行的。最近元朗出現青年綠洲租住計劃，由發展商捐出土地，政府埋單建築成本，由保良局營運管理，將提供1600多個單位，按市值租金50%計算，最長租期5年。你認為有沒有吸引力呢？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時事大破解》。如果你是後生仔，有價廉物美的設備齊全的租住單位，又便宜又漂亮，你是不是有吸引力呢？今天我們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個最近新出的一個青年宿舍計劃。我們請嘉賓跟我們介紹一下，以及說一下這件事對整體解決住房問題有什麼啟示呢？今天我們嘉賓保良局主席陳正恩主席。陳主席你好。各位好，是主持好。多謝你撥出時間跟我們聊天。我們在傳媒見到這個元朗的青年綠洲這個計劃呢，都覺得很吸引，很多人都來問，當然資料都很齊全的了，可不可以跟我們都介紹一下背景？我們見到的特點就是發展商恆基那邊，恆基的李兆基基金是出地，政府埋單建築成本，你們來營運管理，這個模式是不是很特別的模式，因為不是開先例的？其實我相信是青年宿舍來說呢，就不是第一個，我們是第二個這個落成的。但是青年宿舍這個模式是一個相信在香港來說是先例的，即整體整個大計劃是先例來的。就我想或者再說得正確一些呢，保良局就不是只是營運，其實由策劃和建造的過程呢都主要是由保良局去參與的。所以就是說呢，整個架構出咗嚟嘅成個青年綠洲究竟係點嘅模樣啊？有幾多少房啊？我哋個招租或者我哋入邊嘅之後所有嘅活動係點安排咧？其實係由保良局去安排嘅嚇。咁恆基兆業咧係出咗個地啦，佢亦都俾咗一啲建築啊各方面嘅知識，我哋沿途幫我哋去完成呢個工作。政府咧就真係出錢啦，咁亦都俾咗一啲大嘅範疇我哋啦，譬如應該點樣嘅模式，或者到有幾多嘅年齡啊，咩年齡可以入住啊，或者嘅資產審查係點樣咧？咁呢個就係政府嘅參與，咁其實係一個都幾多面化同埋好新穎嘅一個合作嚟。係，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好新穎合作。咁聽你正咁講咧，其實保良局唔淨止係營運，其實某程度都是個房東嚟嘅，係咪？都是業主嚟嘅，係咪？係，好類近一個房東的角色。係，冇錯冇錯。嗱，成件事花咗幾多少時間去籌備？我哋而家大家宣布咗之後，幾時可以開始落實呢？咁我想講少少呢個歷史背景。係，其實2015年年初嘅時候咧，我哋就正式攞到呢個簽約啦，咁就會將個特地咧轉移俾保良局。咁中間有好多過程啦，將土地使用改變啦，各方面啦，去呢一個地區去同攞好多唔同嘅批文啦、文件啦咁樣。咁到應該係幾年後咯，我哋喺立法會亦都攞咗撥款。咁我哋大約花咗5年時間咧，將成個計劃咧由攞到撥款後咧到起好。咁頭尾足足係8年時間，咁就完成同埋而家招租啦。咁我哋個招租而家情況係點樣咧？我哋就3月13號咧，我哋進行咗招租嘅典禮啦。咁其實個反應非常之好嚇。我哋我哋截到即係
嚟緊，我哋星期應該係星期五啦，我哋就已經係有2400多個報名入嚟。哇！排曬長龍。咁我哋預計係排曬長龍啦，因為我哋得1248個單位嘅，嚴格嚟講。咁我哋咧就預計喺4月3日嘅凌晨23:59，咁我哋就會截止啦。咁之後咧，我哋就喺4月4日咧就進行抽籤儀式，咁就睇下邊個。幸運的年輕人咧，咁佢就有機會可以入住呢個地方啦。咁我哋預計約莫係5月份開始咧，就陸陸續續可以入貨。哦，聽你咁講，即係人哋買居屋就講認購幾多倍啦，即係超額幾多倍。你呢度咧就係認租咧，可能係10倍、20倍啊？係咪咁啊？咁可能又冇去咁多，咁但係喺我哋而家我得知嘅記錄咧，約莫都已經係超過1倍嘅，即係有2倍係啊，2倍上噶啦，係啦，係啦，係啦。啊，仲有時間啊嘛，仲有成兩三個星期時間。係啊，仲有時間㗎，仲有時間。希望大家咧係盡量嚟報名，因為咧有好大機會咧，我哋過咗今次之後咧，全部嘅單位可能已經出租啦。咁啊，需要等2年後先有部分單位放翻出嚟嘅。你話2年，你最長時間係5年啊嘛，係嘛？係係啦，點解我話2年咧？因為我哋所有第一個租約都係得2年嘅啫。咁我哋就如果有啲情況，或者因為係2年後，譬如係超齡啦，或者有其他情況啦，或者佢自己已經有佢哋自己嘅物業啊，或者有啲佢覺得我有更好嘅地方，或者。任何的原因啦，咁佢離開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將個單位攞翻出嚟咧，俾其他有需要嘅年青人咯。係嗱，都係講翻成件事嗰個起頭，正話你講呢個好新穎嘅組合啦。係嗱，發展相比恆基兆業嗰邊，我見你哋招租儀式，阿黃浩明都喺度啦嚇。係係。嗱，我老友記都喺度啦。嗱，佢哋嘅角色作為發展商。在呢件事入邊，係純粹係付出啦，亦或唔係，都係有一個商業嘅行為，亦或唔係，係一個社會責任咧。係100%社會責任。哦，佢哋唔單止送咗地俾我哋，啊，佢為咗要確保，因為保良局唔係一個發展商，或者我哋係唔係好認識我哋點樣起樓嘅嚇，我哋唔會完全明白咁啊過程啊，要點樣去改變土地使用啊，各方面咧，我哋唔係強項嚟嘅，咁所以咧，恆基咧，黃浩明先生咧，一直由頭到尾都參與我哋成個計劃，作為我哋一個好主要嘅顧問，係不斷俾意見我哋嚇，咁令到呢件事能夠真係。不超支不超時完成咧，喺香港嚟講，我覺得即係我哋都好高興、好榮幸可以做到呢件事啊！嗱，而家我哋都會收租金啦，個租金個相當吸引啊！我睇傳媒就話，大概係市值嘅1/2係嘛？係，我想澄清呢個市值唔係我哋市區嘅市值，唔係我哋一啲唔同嘅地方嘅市值。是元朗我哋周邊區嘅市值，當區嘅市值，當區嘅市值嚇，亦都唔係由保良局自己制定嘅，係由我哋委任一啲知名嘅測量師幫我哋去測量，然後配套落去每一間房應該租金租值係值得幾多嘅，咁呢個係一個真正嘅租值嘅估量嚟嘅。嗱，咁嗰啲租金我哋係咪要保良局係咪要有一間公司？專門去營運管理啲錢，係抌翻落去呢個地方啊，亦或係攞嚟，譬如我哋話係，我哋喺唔係元朗啦，喺第度，我哋有另一個計劃，係咪都係咁樣嘅一個做法嘅咧？唔係，係好似你開頭第一個講法，我哋係一個獨立嘅帳户，我哋所有收入租金咧係歸翻呢一個青年綠洲。即係李兆基青年綠洲呢個宿舍入邊作為營運基金，亦都作為我哋長遠嘅維修同埋保養基金用嘅。咁呢個係好清晰嘅。即係好似其他大廈啲林運法團咁，佢有筆錢係喺手，佢用翻去掟10年8年之後外牆又要維修啊，啲公用地方又要回收啊等等咧，你都要係啦係啦，有一筆。即係叫做維修保養基金啦，等於咁嘅用處啦，係咪？
是其實今次是很好的機會的給年輕人，因為我們這個租金是包含管理費，就是說他們沒有一個另外的管理費。咁你頭先提到嗰個咧，一般啊都好多係管理費嗰度去累積啦。我哋係將所整個收入嚇、去擺落去呢一個整體我哋呢一個青年綠洲嘅基金入邊嘅。咁所以個運作係好透明啦，亦都係令到呢一個青年綠洲，但係個保養維修營運咧，應該可以達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嘅。係嗱，我相信嗰個價錢即係租金喺當區嚟講都。雖然當區相對市區當然是租金市值會便宜一點，但是相對來說都是相當吸引的。好了，就問題就是更吸引人的地方，我看到就是你入面內籠的設施都包括冷氣機都有，熱水器都有，是不是這樣？是是，正正就是我第一次，我哋喺招租當日嘅典禮上咧，我同傳媒講咗咧，我哋年青人幾乎係拉個夾拖住個夾就可以入住噶啦。咁因為我哋基本上大部分嘅設施都俾咗我哋嘅入住嘅人士嘅嚇，我哋牀啊、牀褥啊、櫃啊、衣櫃啊、書台凳啊、同埋我哋有齊冷氣啊，甚至乎佢哋即係好重要啦，窗簾啦，佢哋嚇開翻硬少少嘅呢啲，我全部即係有遮光嘅嚇嘅窗簾咧，全部都齊全嘅。其實佢哋好簡單，可以喺度住。我哋亦都有配套嘅廚房俾佢哋，公共廚房咁入邊咧，一啲基本嘅設施都齊嘅。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會唔會都會考慮離開市區比較遠？交通費可能會比較高一啲，會唔會係呢個問題？都會考慮嘅係嘛？我相信會嘅。我相信即係有啲去可能工作真係喺市區，或者係某啲特定嘅位置咧，對嚟講可能交通係一個少少嘅缺點。咁但係亦都同時咧，有可能好多年青人喺唔同嘅地方度翻工啦嚇咁。但係最關鍵，其實我哋嗰度咧交通咧，亦都慢慢開始會成熟嚇。而家雖然唔係話好非常之即係四通八達，但係其實離開呢個機鐵站咧都唔係好遠嘅啫。其實步行咧十零分鐘就已經到㗎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係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喺對面咧係步行三分鐘，亦都有巴士啦。啊，咁啲巴士亦都可以直達市區嘅。咁巴士嘅費用其實都唔係太貴嘅，喺而家嚟講嚇。咁同埋而家大家都知道政府都係有補貼呢一個交通噶嘛嚇。咁所以嚟講咧，到最後可能佢哋每個月係講緊800到1000蚊之間，咁都可以幾乎佢哋嘅交通上限嚟㗎啦嚇。咁呢方面我哋認為都我哋當然咧亦都希望巴士嘅。公司能夠盡快增加啲多啲個路線俾我哋啦。不過呢、這個你知啦，保良局就並唔係搞開交通方面嘅。明白明白。咁、我哋都希望多啲議員啊，或者當地嘅人士咧，可以幫協助我哋呢方面咯。好嗱，休息一陣，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偈。繼續收睇《時事大破解》，我哋今日嘅嘉賓係保良局主席陳正恩主席。陳主席，嗱咁好嘅一個計劃咧，我一定要問得清清楚楚，多啲人可以去思考考慮一下。嗱，啱嘅，係。我哋都有個收入上限啦，係，即係申請者，我見到個申請上限咧係25000起，係咪？係咪咁嘅意思啊？收入上限係唔超過25000蚊，嚇，即係上呢個啦，即係唔超過呢個啊嘛。嚇，呢個係一個上限，呢個上限有冇咩特別嘅依據？即係考慮嘅時候，即係我哋考慮緊係盡量低啊，亦或唔係盡量可以高啲，等佢吸引多啲人啦。
明白，嗱呢個上限咧，正正就係我哋官商民呢個合作嘅其中一個官俾我哋嘅個一個指引啦。其實呢個數字咧係政府喺所有嘅青年宿舍入邊，佢哋嘅規定都是一樣的，咁其實我哋是配合政府的要求嚟嘅，呢個並唔係保良局制定出嚟嘅。係，即係其實呢個係政府嗰條數係政府計出嚟嘅，係嘛？政府計出嚟嘅，其實政府亦都引用咧居屋或者公屋佢哋即係嗰種申請同埋收入審核嘅一個方程式計算出嚟嘅。咁具體點樣計咧？我哋都唔係話好清楚。不過所有嘅青年宿舍。其實都是引用同一條這個方程式，或者是很類近的一個方法來計算的。去到我知道有兩種，一種是一人房，一種是兩人房。是。所謂兩人房 是兩個人好像住宿舍那樣住，抑或不是可以是譬如說夫妻行不行的呢？我哋兩人房咧都好多元化嘅，我哋有啲兩人房咧就係兩張嘅單人牀，係分開嘅，喺兩邊嘅。有啲嘅雙人房咧係一張雙人牀，即係十足十走點樣嘅，十足十走點樣。係啦，有啲雙人房唔係酒店都冇嘅，有一樣就係我哋有埋碌架牀，有部分。係啦，有高低，咁因為係迎合咗青年人有唔同嘅需要，亦都迎合咗唔同嘅兩個人一齊入住嘅時候咧嘅狀態狀況嚇。譬如佢哋係兄弟嘅嚇，咁可能佢哋覺得喺碌架牀都幾好啊，一上一下。咁啊，點解我哋有碌架牀或者係兩張單人牀咧？因為我哋空間係有限，係有啲唔想擒落嘅，佢話我兩張牀。咁咪佔用個地面面積會多啲啦，當然啦。咁話唔係，我想空間多啲，咁咪一個碌架牀咪可以慳咗好多位啦。咁我哋所以係各樣嘅形式都有嘅，咁亦都有啲一張嘅雙人牀，咁啊夫妻咪有可以入住咯。係，咁即係嗱個夫妻住咗之後咧，佢將來會有小朋友嘅話咧，就被逼要搬走噶咯，係咪咧？這個是的不過我們是有緩衝期的，那我們是會根據不同的情況是作出適當的緩衝咯。好了，如果我要輪候公屋呢，輪到我去呢，就第一件事要選樓了，要選是吧？就是聽你剛才說呢，這麼多元化呢，那我合資格買到來排隊排到來了，我有沒有得選？我選的時候是不是都是先到先得，抑或手快有手慢冇，抑或唔係都有好多空間可以俾我回旋嘅咧？嗱，我哋基本上咧有兩條大嘅隊，兩條大隊，嚴格嚟講係三條，不過我大隊就係兩條。咩叫大隊咧？單人房一條隊，雙人房係一條隊。咁第三條細嘅隊咧，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我哋係一啲殘疾人士或者有需要特殊照顧嘅人士。嘅房間我哋都有，我哋有24間，咁呢24間房咧係特殊設計嘅嚇，咁佢可以一個人或者係兩個人入住都得。咩叫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咧？因為可能呢一個嘅人士佢需要陪同照顧嘅人，咁我哋啲房亦都能夠去幫到佢嚇，或者佢自己一個都能夠自己適應到嘅，咁佢就一個人入住啦嚇。咁但係呢方面就係一個細隊，有24間房間。其他咧，我哋就有400多咧，就係雙人房啦。咁係另外一條，即係第二個大隊啦。咁入邊都有形形色色，好似頭先我講解嘅唔同嘅房型。咁點樣去揀咧？咁就全部咧，我哋就係喺4月3日嘅23:59之前咧，我哋就收曬所有嘅申請。4月4日嘅進行電腦攪珠啦。完全是用電腦攪珠的形式排列了出來之後呢，就是幾條隊呢，大家就去揀樓了，就是很類同一個居屋啊或者公屋的模型，就是居屋的形式的揀樓的。不過我們就比居屋更加全電腦的抽籤了，就不是跟一個尾數啊這樣的。現在這個計劃相當吸引，反應也都熱烈，那這個模式呢
有冇你而家有冇啊？主席，你現呢時一刻有冇諗緊話？我哋整多一間。咁我見到有廣告話有第二期係咪啊？我哋暫時就冇第二期嘅。冇第二期。啊，你問我哋想唔想起多間咧？我覺得可能香港。實在有咁嘅需要去起到間，不過呢個時間都要好多年啦。我相信你聽到嘅第二期咧，應該係我哋文青局宣布咧，第二期嘅青年宿舍計劃，佢哋係以酒店改裝為主嘅計劃。呢個就係亦都喺早幾日公布咗啦。嗱，嗰個嚟講係限制就會多啲咯，個條件就冇呢個咁自由，咁多選擇係咪啊？是有些少不同，但是詳情呢，因為就不是我們的計劃啦，我就沒有將它逐一來對比的。其實我們在休息前講緊話，我說哎呀，交通好像不是太方便，你說不是，走14分鐘到了，這個都不是問題。其實如果放遠一點看，將來北部都會區要發展那些就業機會可能就在就近嘅啫，就唔一定時不一定要去到市區。咁呢個長遠嚟講咧，呢個缺點慢慢都可能變咗唔係缺點，可能變咗個優點都唔定。啱嚇，我哋亦都其實咧，我曾經同一個我哋啲官員嚇發展方面嘅官員咧，都講過呢一個問題。佢正正咧就係講咗你頭先講出嚟嘅説話，我們這個青年綠洲可能就是成為北部都會區發展的第一個重要項目，而是先放了一些人在這裡，先有人，而我們的工作和之後的發展將會陸陸續續由這裡開始。我們都聽到都很興奮，因為原來我們第一個已經支持了政府的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聽落去咧，呢個新明嘅計劃咧，實際嚟講，首先嗱，你又願意有人做跟你步你後塵去做另一個咧，好多人都願意做嘅。不過去到係咪首先都有另外一個發展商願意作一個咁樣嘅付出同埋貢獻，先至可能成事咧？啱啊，其實發展商的支持啦、捐地啦，同埋佢哋日後之間嘅俾我哋嘅一切嘅知識啦，同埋即係跟進咧係好重要嚇。當然地係最重要啦嚇，地係最重要一環。咁都希望呼籲咧，我哋有更香港有更多對社會有愛心嘅嚇，對我哋年青人未來發展係關心嘅。發展商咧係可以繼續係考慮一下捐地同埋用呢個模式咧去發展我哋嘅日後嘅青年宿舍咯。係，因為而家講緊係1500多個單位啊嘛，係嘛？1248。啊，可以係咪冇記錯係27層樓啊？要係咪啊？27層樓係啦，係啊，即係都係高樓大廈嗱，即係呢個可能係未來一個舒緩香港。冇能力買樓嘅人，即係未能夠有能力做業主，又年紀輕，啱啱就業等等嘅話咧，可能係一個解決住房問題一個好好嘅出路。啊，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同意你嘅講法嘅。對一啲真係啱啱入職嘅年青人咧，這個租金同埋呢一個環境咧，模式嘅環境咧，係對佢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出路。佢哋環境係可以咁講咧，係好係舒適嘅，係。但係所謂舒適咧，唔係奢華嘅舒適，係整體環境同埋佢哋好安心啊！我始終我點都有一個地方咧可以集中即係住係冇問題啦。咁佢集中精神去做佢嘅工作啦，發展佢嘅事業啦。嚟問一個特別直接啲嘅問題啦，係點解係保良局咧？嗱，會唔會保良局都做緊一件可能我孤陋寡聞，係咪做緊一件以前都冇做過嘅事？係咪咁又唔係？我哋都好有經驗去，譬如話將來嘅大廈，你都要管理，
係咪都要有一間專門嘅公司去做做呢個物業管理啊之類咧嚇？我哋係用一個混合模式嘅，我哋有自己嘅管理啦，亦都有部分咧係由一啲專業嘅管理公司協助嘅。係啊，咁我哋係用一個混合嘅模式嚟處理咗日後嘅管理。嗯，咁點解我哋亦都有一定嘅能力管理呢？其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我哋嘅受眾啦，我哋服務嘅人士啦，其實我哋都好多年青人嘅嚇，不過可能佢哋再細少少㗎啦。我哋管理過好多學校啦，咁我哋都明白年青人方面嘅情況嘅。係，作為普良局主席，任內有一件咁嘅工作，係咪好興奮咧？當然啦，當然啦，咁呢個計劃咧，其實我都跟進咗好多年嘅，咁就唔係話即係因為今年係主席去招租開幕，咁就話好高興好興奮，而係主要咧係由呢件事咧由零由睇住去由我哋嘅設計啦，我哋策劃啦，由揀呢個建築商啦，建築師啦，一路睇住去由動土啊，平頂呢個電機啊，平頂一路落嚟咧，咁係應該呢件事興奮在於成件事已經完成咗啦。咁亦都能夠喺我任內去完成，咁呢個係比較興奮嘅地方。多謝主席同我哋傾偈今日。多謝。時事大破解，下回分解。